主料火龙果一个，辅料牛奶250毫升，蜂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备好食材，将火龙果从中间切开，用刀划小方格至皮肉相接触，不要切破皮。将切好的火龙果果肉朝下，皮向上翻，将果肉倒入搅拌机，倒入牛奶，加适量的蜂蜜或糖搅拌约1/2分钟，30秒即可。成品图，烹饪技巧，没有蜂蜜也可以加白糖，料根据个人口味而定。若觉得不加也够甜，也可不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